时，这太过分了哈。不要在我的直播间说一些有关紧要的话 ，OK？ 我会直接拉黑了。是啊，我知道我当时要被曝光，所以我才从后面走的哈，我才从后面爬下来的，没办法从这下来了，这太高了。来，我带你们看一下车的前脸可以吧？还有中控，有人还中控吗？来看一下哈，对啊，摄影师都没有，好辛苦的我，都不知道体谅一下我哈。对，这款 Q 系列很霸气啊，跟大家说一下哈。Q 五零3.5伏的估计很难了哈，3.5 V 六混动，3.5 T 的吧，然后可能暂时没有哈。50是吗？还要看这个中控的吗？还有要看这个中控的吗？我这条裙子真的没有办法，今天太短了哈，太容易走光了。这款车落地价格可能要50多吧。这款车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虽然说它的这个品牌调性大家觉得不怎么样哈，但这款车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它的内饰做的真的很好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它这个是 LV 同级别的设计师设计的，而且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个航缝纹工艺，还有它的这个透气真皮椅的，还有这个透气层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上小黄车673你都没关注我呢。我好几个指甲都没有指甲油，你看这个指甲也是空的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我跟你们讲哈，它这个第二排都是带有通风座椅加热，还有通风的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你们不要再聊些有的没的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话了哈。它第二排呢也是带有通风座椅加热，还有通风就是座椅通风和座椅加热的双重功能，跟大家说一下哈。不买车难道买我吗？这大哥进来难道是买我的吗？你看这大哥不是在看车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人家很认真在那研究车呢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我坐后排看看，我这个裙子感觉坐不了后排，太短了哈。沃尔沃不是我卖沃尔沃，沃尔沃和英菲尼迪都是我，两个品牌都是我，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集团的。沃尔沃是每天都要播的哈，沃尔沃是每天都要播的哟。被拉黑的可以取消播。你们耐心好好，我都没露脸那么久，还有1000多人在看我，在等我吗？小肚子可以吧？肉肉可以吧？又没吃你家大米，对不对？挤了一点都不挤啊，这个车特别宽敞。好的好的，风和日丽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哈。对，这款是新款的 QS60 啊，因为我今天有点嘴巴有点渴了。我跟大家说啊，这款车好不好，
刚有人想知道这款车的宽是多少，那我告诉大家哈，它的宽是2米0几，我看一下，2米05，然后它的长度呢是5米1，然后轴距呢是2900毫米，就是2米9，然后它的高度呢是1米76，对，1米76，跟大家说一下。前脸呢是采用的是层峦式折纸造型这样的一个前格栅，然后数字琴键 LED 大灯以及保险杠镀铬饰板，跟大家说一下哈。那它呢是有全 LED 的光源以及自动水平调节，还有智能远近光辅助以及前大灯主动照明系统等等。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它的屁股，对不对？后面的屁股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有英菲尼迪那几个字儿，它是一个钢琴键的那个键盘的一个就是立体的字儿哈，跟大家说一下。它有环绕式这样的一个低柱，以及双色车身，还有感应式门把手，四个门它都能感应，跟大家说一下哈。那我刚刚说环绕式低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低柱它是采用环绕式这样的一个设计，与侧窗呢和尾窗呢融为一体，取代现代款车型的这个新月型的设计风格，跟大家说一下哈。这个车肉吗？角度不行，但是大家稍等啊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你来看这款车，它绝对里面内饰不会比沃尔沃差，而且甚至比沃尔沃还好。它这个内饰坐着真的很舒服，我跟你们讲，我都可以摇的那种哈。南昌是很冷啊，南昌很冷啊。对，100还找56给你。经常摇，没有经常摇问题。行李箱空间多大？它是可以伸缩的。如果你把第三排放倒，就我刚刚就能爬得进去。如果你把第三排打起来的话，那个后备箱的空间是不太那么大的。但是你要想，它是三排呀，沃尔沃的三排空间里面也不是很大。就是如果沃尔沃它三排车的话呢，后备箱空间也是不够长的哈。你把第三排打倒是可以放下沙发的。